盘旋机，五浦养性。茶蕴藏香味，素朴修身。禅的精神在于悟，茶的精神在于雅。禅与茶的结合，托出了人生最高的境界。当下一杯，实现从迷到悟，从俗到雅的转变。用结缘的心来喝这杯茶，与所有的人结缘，结善缘，结佛缘，结法缘，让法的智慧，佛的慈悲，茶的香结，净化人生，祥和社会。
今天下午，学员们已经在问道环节感受了本如法师的禅机。本如法师住持律宗祖庭终南山净野寺，其禅话书法皆意境高远。师父自称住山老，还习得一身好功夫。让我们有请本如法师为大家表演终南五拳。
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吴院长突然间给我安排表演。其实我很少表演，你要知道在山上出家人没有什么运动的，知道吧？不像在家人，我们可以打篮球、打排球、踢足球，是不是？每次去打高尔夫球。出家人的运动没什么好运动，除了行香劳动，那么最好那就是练拳。所以在山上我永远记住一句话，无聊产生一切，无聊，无聊就玩一玩，玩一玩呢，对武术的认识呢就有了另外一个感觉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是带病跟大家一起在这就贡献一下啊，恳请大家就是注意看，因为它平没有什么事，很漂亮的。我们刚才那个跳莲花舞的很漂亮，练拳没什么好漂亮啊，很平常。但是呢，平常里面呢很好玩，好不好？啊，供养我们玄风老师，还有供养大家啊。